先听我说，大人们不要听我说，这个比赛就是不要认真，认真你就输了，好吗？这个宗旨非常重要，千千万万不要认真，认真你就输了。因为我们做这个机器人是为了什么？好玩。参加这个比赛是为了什么？好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活动的规则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。来，首先我要先跟现场的观众朋友说，我们民众啊，我们有大电视可以转播，所以尽量不要挡到我们的摄影器材哦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待会现在都 OK 吗？那现在小朋友跟着我一起，好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把伸出你的左手。放在你的太阳穴，好，来放轻松，跟着我一起讲，把智商调到3岁半，讲，把智商调到3岁半，再大声一点，把智商调到3岁半。所以现场现在所有的人智商都是几岁？3岁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活动就进行开始。那这是我们的计时小天使 ，OK， 他会计时时间1分钟。那现在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的忘了啪啪照，对吗？他是我们的啪啪照，左边是我们的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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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发射？你就放在这边发射是否？哦，好，所以我今天那个，好好好，你不要再超限，等一下又冲出来了，好好好好 ，OK。那那个我们的哈哈，我们的哈哈乐这边，你的创造理念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只是哈哈而已。哦，很好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比赛就开始了，预备备，来，我们现在在我们的。起跑线上，对，起跑线上。你往后拉，好，拉到够了。预备，来黑色地带。你可以再往后拉一点，没有，就照你的意思。来，刚才进去了，大概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好，预备备，开始喽。还可以了吗？等一下，你我们现在有些人先请你把你的遥控器先关着。来，那我们旁边的小朋友的那个手啊，就是手小心哦。哥哥他真的会冲出去，所以你们先往后退一下，好不好？往后退，不然等一下打到你们就哭了。好，1、3、2、1，开始。开始喽，开始啊！开始，哎。有神奇的事情发生，请问一下哈哈的哈哈的，我记得哈哈是使用主力的一个概念，那就是不让他停，很好。还有就是前端，是，用了一个八爪章鱼的20秒，八爪章鱼的概念，好，倒数10、9、8、7。哈哈，到时候再参加我们的拜托复活队哦，拜托复活等着你，好不好？我被走了。好，所以哈哈队赢了。哈哈队是你赢。拜托复活也有气好，但是我要先走了。拜托复活的奖品今天比较好，是主持人姐姐的爱的呼呼。进到第一轮的，来想一下感想。不敢想。啊，要进行第二轮了。
以写在联络簿里面跟老师说一下。好，哈哈队 ，Boring Robot， 我们第一站第一轮，哈乐毁灭者，为了您的健康，请勿隔餐使用，来，请这四队上台前，直接到台前，哈哈队，哈哈队，为了您的健康，哈乐毁灭者，为了您的健康，请勿隔餐使用。四队往前，第二回合是车轮战，车轮战，四个角什么战？四个角这边，这个可以。你是奥运哥吧？然后哈哈队，这边就是为第二个这些，哇，天哪，你又换造型了。这是一个不要被推出去，你就会赢了。好，来，加油喽！加油喽！我们第一轮车轮混战赛即将引爆，预备！好，我们的计时小天使，计时小天使 ，OK 吗？好，预备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哎，不要让王军讲哦。好。所以，总回线，那么就再见了，再见了，谢谢你，我们恭喜我们的阿乐在这场混战中得到了胜利，当然是因为我们有一只没有电，一只没有动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阿乐晋级，我们下一场，接下来第二。